这个竹鼠受伤了，到大家受了内伤，现在救可能救不活了，我把它宰了。这是闷竹鼠，砍一根这个竹子，那个闷竹鼠，这个嫩竹子啊，我们一起拆这一节就行了。这个竹鼠已经杀好了，把它砍碎。这个头不要，给交过去。这个生姜切片，加点橘子皮下去，再加点这个八角，盐一下去，再加入点生抽，加入点白酒，这是我们刚刚砍掉的这个嫩竹子，砍点进去。嫩竹子它比较清香，把这个嫩竹子的味道融入那个竹鼠肉里面去，更好吃更香。现在劈点下去，这个竹子很嫩的，好香啊。这个这样直接破成这一片片放下去，然后再把它搅拌均匀，再腌它半个小时。哦哟，不难。装点这个山泉水，做一双筷子来，我尝一下它有没有烂了。这个猪手肉口水都流出来了，哎呀烂了。很美味哦，这个肉已经很烂了。这个竹子能不能吃啊？有种甜甜的感觉，很好吃哦。牙不好，咬不动。吃竹鼠肉，这个竹鼠肉，它这个竹子的香气啊，都进到竹鼠肉里面去了。
对吧？